在我们的世界里面，不讲道义，不守本分，是不可以生存的。你把龙头演，我阿乐有没有资格坐？你不可以顺气而言，不准老豆。你涉嫌勾结黑社会贩毒，并且同多宗凶杀案有关，我现在正式拘捕你。最好先搞清楚自己是人定鬼。我上咗位之后，整个人的思维又不同了。想知道阁下打算点行？帮我洗底，我要从政。我哋呢个 party 有你呢个位置，是因为我睇好你，即系唔系冇你唔得。你系咪吓懵咗？狼来不听，那你怕谁啊？够胆踩共线嘅人就唔怕死。